谈话是文化之间互动的结果，是温和的，是渐进的。受保育的自然包容，也孕育出多样的文化，竹节交错纵横，象征文化含化可能是单向的，也可能是交互影响。竹节尾端的靛蓝色则增添了人类文化的痕迹。当不同社会的个人和群体相遇时，以爱作为起点的文化交流将带领我们创造一个全新的多元文化。